为了要来响应全球近零碳排趋势，同时嘛增加县内的观光量人，花莲县政府特别引进公共自行车租借服务，提供一般自行车以及电动自行车的租借。县府首先伫道乐区20处林条比较密集的所在来设站，并且提供100台的电动自行车。民众只要安装 APP， 并且绑信用卡、悠游卡、一卡通，就会当来借车。请启动。为了增加关内公共人潮，同时也来响应全球近零碳排趋势，花莲县政府特别引进公共自行车的租用服务，除了率先在道乐区20处人潮较侪地点来设置服务站，并来布建100台电动自行车，未来也将将服务来拓展至其他乡镇。那我们呢，率先在我们首善之都啊斗六市开始增设20个点哦，有100辆的这样的一个电动辅助自行车啊，先行哦来试办哦。那未来呢，我们在11月的时候，我们会再增加60个站点哦，甚至增加到450辆的这个公用自行车哦。那同时呢，在明年的6月呢，我们就会完成所有全线120个站点哦，而且扩及到斗六、虎尾以及西螺跟斗南哦，那总共会有900辆自行车了哦。道乐市长林兴秋表示，有了这摆电动自行车的进驻，相信也会将当来大大提升道乐市的观光量能。欢迎民众会当到顶骑着自行车来踅道乐，并享用在地特色美食。设置20个点以后，有很多去彭蜀森林公园玩，甚至艺术水岸林去玩的旅客啊，他们也会尝试着哈骑着单车啊，欣赏斗六市啊各个地方的景点啊，跟斗六市的美食哈也非常的出名哈啊，这个我相信在未来观光产业促进啊，斗六的观光行销哈，的确是向前迈了一大步啊。而且表示电动自行车的作用是非常简单，只要透过手机的 APP 来绑定信用卡、悠游卡、一卡通就会动。一般自行车的费用也为30分钟10块，电动自行车为30分钟20块。而且现在特别是营运期间，骑近30分钟也够有来补助10块。我们车子只要下载我们的 Moomo App 就可以查询现在的每个站点的状况。然后在官方网站也都会看到每个站点现在的车辆数，有多少台的车子可以隔空租借，对，然后上网下载 App 就可以直接在上面直接绑定你的，不管是信用卡或者是一卡通或者是爱金卡或者是悠游卡，都可以直接的租借。透过这摆电动自行车借用服务的启用，相信也将当来大大提升县内观光量能，同时也让民众会当更加方便来行达分林。伫每年6月，县府也将来完成县内120处的借用站，并来配置900台的电动自行车。记者江怡昌报道。